念这本经哈。现在是哈、啊、以方便为主了啊，意了啊，在这啊，像现在会讲哦啊。毒药师经，我就可以消灾病啊。那么我读地藏经啊，我的主啊，都是也很多人啊，这个图，那么转送给多少？是从是一果啊，发菩是发菩提心就成佛，出家可以解脱，不是投剃了出了家就能解脱，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常说九族，不是说你真九族都能升天，哪那么好？心啊，哦，不，有这种功德。走，我们啊，你哦，就是说啊，书做个鱼，你要。供养经典，啊，甚至我们说的一字半啊，这样的啦，啊，供基本上都并不是，当然我们讲功德的。功德重点都在
然后之后怎么样？用这个法，一切终究。可以帮助流帮如果有一个人因为你而理解这个经典，那么他种下什么？你因为我因为你因为我有这个善啊，帮助很多，你可以能够学习佛法，了解学习的啊，之所以有功德。你为什么不要印经？为什么不要印可兰经？啊，为什么不要这个婆罗门教？你认为佛法，你相信佛法，或是你也许也不知道，但是你觉得这个对人好，啊，那么你恭敬重相信，那么最重要的是。功德，意思其实，后来我们就啊，啊，这个感觉啊，这个。慢慢慢见次第血次第症啊，那么方便密教最多，密教第一名啊，就是讲到最后好像你只佛也一样，佛就把他修行的功德给你，好会的代志。可能能好理啊，是为了策发信愿嘛，要相信佛，那么 佛那样有般若是一切作王，胜过一切神咒，也就承认神咒做的力做的功德啊，尤其是现在的佛教，像我们的传课啊，十小咒、人言咒，你如果有什么功德？厉害，聊得一赛啊！真的，啊，其实都强调，无所不能啊，能解脱，又能消灾，又能延寿，啊，那念，真的可以吗？咒语
咒语在佛陀时代是反对的，婆罗门本身就有咒，阿大佛会陀，四会陀里面的阿大佛会陀，它基本上就是那咒语哈，咒语基本里面的内容啊，赞叹那个天神啊，神啊，那么的话，主要是这样啊，或是。啊，鬼神去！你讲，咱妈拜的做啦，你讲，上它有作用，有作用也有，因为那个是啊，你只要凡是你透过外力得到的。你说多少，你就要付出多少。它基本上是有作用，就有副作用。修改给自己的那个就没有啊，那个就没有啊。那不是你是神，基本上会有一些。祸患好，祸患地福德西呆啊，他否定啊，是后来慢慢在般若经的时代，你看新啊是这个做啊，主要是里面两段经文合并在一起的这个咒。是大神咒，是大明咒等等咒，能除苦，真实不虚，那是对另外一下面歌的般若经里面，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加这个呢？其实就是后来这里讲他要讲的东西啦，一句吠陀，说摩吠陀，但是阿大佛吠陀是达罗韦图人的，是原住民的信仰。原住民的信仰里面有这个咒语，对于祖灵啊、神灵啊这些鬼神的啊召唤啊、啊祈求啦 啊，那本来就有很多。那这一部分佛陀是不认可的啊，在中阿含里面就讲啊。啊，来吃做三句咒，百句，如果能够灭苦，无有四处，不计较苦是苦果，它一定有苦。啊，那功德一种果报，善好的果报，因这是行为了，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果报没有这样，你单单念个鬼神的名字，没有这样子的啊。那比如说《心经》讲啊，这个是大神咒。在讲这个咒，而是用咒来跟他们讲，他们相信无所不能。没有，
就没有除不掉的苦，因为是从业来，业是从烦恼。那你把烦恼就没有除，你是这个意思。念这个咒就可以除，是错误。只用婆罗门咒对于一念般若经。他并不是想这个，你变的神咒，那确实世间的咒也有力量，不能不是没有力量。这种力量，我们说它有副作用，它确实是有副作用的啊。所以我基本是。在佛陀时代，在佛陀是温尊 BQ BQ 尼啊，那么优婆塞波罗蜜念那么很多啊，但是现在就没有了。现在你看那个符跟咒连在一起了，佛教的法会中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符了啊。然后啊，我连一张符啊，啊跟毛巾放在一起了，连这些，这个其实都不是佛人方便啊。时代其实是没有这个的，但是到了的开始有了。来就有这个的习惯，啊，慈心观又修不，有没有效？这啊，就开，啊，就慢慢越来越，并且是开始有啊，波罗是大神咒。这个不是在讲神咒跟般若一样，是讲般若跟你们认知的神咒一样啊。那么就开始的有这种代志，念字母为误入无边。讲的啊，这拢是佛教遐开始的越流行。出大圣，大概大圣有越多了啊。那么差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啊。就强调那个音乐，强是图那个音调，强调那个声音的音调。强调那个图腾，强调那个符号，强调这一些的功德，都不是佛教的。解为是所所以佛的心明白调伏心之外的，所以叫做
心外说法视为外道，就是你从手印啊，怎么手印啊、哦、手印降魔啊，你就可以你用文字啊，佛教的佛教主要的智慧的一切一扣，因为愚痴的心造成的一切的苦，一切的苦来自于愚痴的心啊，就是要有智慧的心，所以流转生死，所以造业，因为受苦，还是就是训练这个心而已。烦恼跟束缚，哎，去有烦恼拔掉的，你无法度啊，就是你被业、被烦恼绑住了，你要受他的限制。那么。你就轮回受苦。好，跟你只智慧没关系，你不懂也没关系，这个是佛出来的，这样跟佛法不好，就是诸心咒、普心咒、藏心咒的心，分开了哈。印度传统宗教的大乘佛法其实不讲咒，大乘佛法讲啥？讲咒是不用理解啊，就是让你离苦集灾啦、习苦啦、增寿命啦、啊、让你讨厌那远离你呢？啊啊，不在，反正就这一些嘛。那这一些都透过啊，你念咒王城，但是佛法不是这么讲，佛法是婆罗啊，其实是安尼，我要来得方便。知道你的心是什么心，你有没有起烦恼？贪之无贪，嗔无嗔之无嗔，
都清楚。虽然起烦恼，你也知道在起烦恼，就让烦恼消除啊。那么这样就，那么觉知的能力，有觉照的能力，基本上是。所以佛法都是在训练心，明白，不散乱，不啊，不受，但受烦恼影响，很能够拉回来，能够控制，能够控制烦恼，能够调断除烦恼，其实是安尼。好，那这为了让你的心相信。啊，为了让你的心专注，他就开始用很多方法。观音心咒，这个是普贤心咒，你开始对观啊，所以叫做力量嘛，叫做武力。那五根五力嘛，字母啊，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就这个功用来讲，第一个让你下专注，你阿弥陀佛在旁边尊重，并这你要，那么是可以的哦。是会有，但是会很难说了。的，你信尽念定，你外道嘛，赶快哦啊！那么，但是最终的会，你有没有有？这个是智慧是外戒跟定都是共外道，戒定神通都是共，但是佛法的智慧道的大部分。法是法力，佛法为的力量。好，哦，啊。那华母啊，比如说阿啊，最常他有不知道五十几个字母，几个字母啊，四十二个字母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他们的历史啊，念这个那个啊，这个这个啊的音在印度的话，它意思比如说阿弥
那个阿加个阿就是否定的意思，就是无的意思，或是否定的意思。或是无啊，比如说无量光，无就是阿弥陀佛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藐多罗。好，所以他们说，你就知道阿字这样子。那么你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在做懂印度的文化，所以我们念阿的时候就是换华严那佛这个法加持，我就变成这样了。那这样其实是不是不是他原有外来是其实从佛其实后来慢慢就变成咒语了啊，就咒就啊，就所以变成后来所谓讲陀罗尼都变成咒了啊，都变成讲咒了。比丘持咒的，那慢慢慢慢因为普及嘛，就是变成后来变成佛教很重要的，其实受密教的影响了。咒语变成我们日常，像我们现在早晚课应该是明末清那个时代就开始啦，人言咒啦啊，这样的早晚课以前不是这样的啊。那么第四个婆罗门教也有关系，那婆罗门教本来娑摩吠陀啊，是夜罗吠陀，它基本上就是告诉你啊，你到唱赞要拜要怎么样，就是它是这种的啊，类似像阴森佛寺啊。就放拜啊，婆罗门那个音是八音的，它转音也很好啊。你记得，那你唱的时候，你可以好像心很专注，所以啊，那么念经。开始都有这个那么很然后这个孩子念的上传的他还有什么他还有表演的吗传的还比较那个是本来就啊，那还没有割掉，叫出，他也不啊，他
是不能唱歌的啊。但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虽然换拜了、啊，但实际上拜庄严，但是其实在佛教换拜了啊，但是后来我们就稍微在佛寺里面哦，开始会这样。北传的比较少跳舞的啊，但是也有了啊。那、啊、基本上就是哦，然后比手印啊，比那个花手什么的那些，我们叫做手印啊，狮子啊什么这些，他也到底有没有效啊？但是传下来就这样，他、啊、到底谁传的啊？不知道，就以前的人传的吗？啊，为什么这样比啊？反正都可以讲出道理出来了。但是我们老实讲，佛教没这些事，徒弟这个如果有的话，都是因为过去的宗这样学，我们就是依这个为方便，然后摄受他们了、啊。的方便，有这种啊。等他请回公，就简单了。你看，为寺庙吼，在佛，长南那个，比如说啊，阿姜茶很有名，对不对？啊，他是一个修行者，有人说他证了阿罗汉。好，那么把他做成茶的佛，阿姜茶的像，里面也有个那个抽签的哦。哈，头一，他就会跑出一千，有这种。那么我们佛教也有啊，的那种话，啊，因为你就相信嘛。啊，你若无一心安应杯嘛，所以他没有，他就不来啊。妈祖啦，三太子前宝贝更加好嘛，对不对？就当你在先这个让他吗？啊，总济公三济公还好吗？这方便，后来。就变成好像没有他不行，我观音菩萨当成妈祖啊，那么啊，道教的济公啊，变成这个这方便里面的。修行方法啊，像诵经也一样，像我们现在啊，人往生了都要哪里真的你给他诵几本经就能够超度啊？不可惜不可能会待机啊。那那些恶鬼哪有可能你给他念个甘露水真言，他喉咙就开了？没遐搞啦啊，没有。他这个是发菩提的方便了 啊，要想到恶鬼的可怜啊，第一个你不要造恶鬼的业啦、啊。第二个，你看这个人间有人像恶鬼一样的，你要帮助他啦、啊，啊，那其实一些大让你升起信心吗？做尽。法吗？可是后来的人，也就是像早认为什么叫修，不会啊，有
的叫做修行，唔对。上经不知道这个是烦恼，为什么会起烦恼？我怎么样可以不起烦恼？起了这个烦恼，对我有什么转的是？拜忏为修行，它可能有作用，可然后你控制不了，你不知道你在起烦恼，虽然减少，你不想烦恼的工上就比较你还想不难过，你不晓得对啊，我若亲闻心动，我念观世音菩萨，经文讲的啊，我若念观世音菩萨，我会讲啊，是念了呢，念了我已经改动。观音菩萨不想一想，观音菩萨是怎样修行的？他就是悲心，他就是可怜那些受人，可怜那些受苦的人，是因为他造业，他才会受苦。所以你，那么你的慈越轻，这是安。的那个理，你不知道那个理，但是他的方便是因中说果，啊，从观音菩萨学习，所以你后来成为观音菩萨，一起安，啊，但我们。啊，你唱那个啊啊，他不知道怎么唱我。慢慢越到后面就越多，跟鬼神相应的越多啊，尤其是秘密大圣。
公，佛法是跟神啊神相应的特多啊。做过什么啊？本身前身，啊啊。啊啊！是你王公啊，公国王啊，三个月，三个月，诶，那个啊。锦帛说阿哥会见阿外公，不是也干嘛？你玩不玩哪里？伊讲吼，伊讲世尊安尼，我功德圆满啊，意思讲伊结下完毕啊，伊都因为三个拢爱来供养。这个够啊！菩萨他过去生身为天王天人，做鬼王，修行了。